今日奇在食会教大家煮豆腐煎鱼饼。豆腐营养丰富，而且高钙，啱晒煮俾老人家食噶。加入豆腐同鸡蛋，先调一调味，可以加少少胡椒粉，四分一茶匙嘅盐同埋糖。我哋用手将食材压匀，再加入葱花搅匀，咁就可以准备去煎噶啦。因为今次会用半煎炸嘅方式，所以油会落多少少。加热之后记得转细火，再将材料分成细细份加落去煎，按压一下，令鱼饼成形，金金黄黄，几吸引。